向后。哎呀，宋大哥也实在太抠门了，就给这么点钱。叔叔叔叔，哎，叔叔，看看，哎呀，还够几天的？甭数了，还有三天。啊，三天。哎呀，再够三天了。也就是说，三天之内必须闹清楚这个事儿啊，要不然咱们可没法回去见宋大哥。可不是嘛。哎，你们看啊，这个是祝家庄，这个是李家庄。李家庄的庄主李应，江湖人称扑天雕，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，摸不透。祝家庄的势力最大，当家的是祝家庄三儿子，叫祝彪。这小子执意向朝廷邀功请赏，一心与咱们梁山作对。还有这个扈家庄的扈庄主，是个老滑头，都60多岁了还娶了一个小媳妇儿。哦，对了，他倒有一个女儿，叫一丈青扈三娘。扈三娘长得漂亮吗？漂亮不漂亮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听说他使的是日月双刀，这三个庄就属他了。听说跟祝家庄祝彪已经定了亲了，看来扈家庄和祝家庄是一条心。那就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凡是这种舞刀弄棒的娘们儿，基本都看不得，丑八怪。哎，反正不好对付。好对付，好对付，我对付女人有一套。如果这三个庄联合起来，哎呦，王大爷呀，正好刚来了个姑娘，是我给您留着呢。漂亮吗？啊！哎呦，正等着您给赏钱呢。哎哎，小月，哎呀，怎么了这事儿？哎，你怎么了这事儿？啊，这干嘛呢？说你这拼命三两，你就真拼命啊？没事干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这钱是二哥让咱们干活使的，没说供着你了。嗯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行，你才上山几天，宋大哥话你都忘了吗？我是老大，一切得听我的。对，他是老大。再说一遍，我是老大，知道吗？啊？哎呀，王大爷，你有这个，你还怕什么呀？啊，你说这个戒指啊，这是我们王家的传家宝。好漂亮啊。你想要的吗？想。你躲开我这儿，你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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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。来了，丫头。来来来，就等你了。这是我的座。以后重要议事啊，太太也参加。哼，他也议事。他懂什么？梁山坡来了，你能骑马带兵打仗吗？丫头，他能吗？你行吗？这不正等你商量这事吗？这是我的位子，你聋了吗？你坐回去。丫头，你讲点礼貌嘛，她好歹也是你妈呀。我不义了。哎，丫头。丫头，丫头，哎呀，你这个孩子呀，她是太太啊，有什么重大议事她也可以听听啊。要不等你出嫁了以后，我有个大事小情找谁商量啊？
哼，你们俩巴望着我早点出门，看好当家是吧？小点声。那个小妖精鼻子长得比脸还大，就把你给迷住了。好啊，现在肚子里怀了崽子，护家又容不下我了。那什么叫崽子呀？他生下的孩子还不得管你叫姐？哼，我可不稀罕。总之爹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，今天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哎呦，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啊，光你们两个就把这个家弄得是鸡飞狗跳的。你说你们俩啊，见面就掐，哎，我也早看出来了，你呀一天不出嫁，这账上没个完。你现在叫我嫁人？不是，哎呀，你不要我了？不是啊。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！我偏不嫁，我偏不嫁，我偏不嫁！哎呀，你别胡闹了！哎，你得别走啊！他不走，我走！哎，别走啊！这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回来个丫头。搞错了！哎，自己人！在这等我。是。哎，你们几个在这伺候着。是。来了，我说呢，这卦象上显示今晚上有贵客要来。这贵客，你就这样迎接贵客？你们祝家庄倒是名不虚传，机关重重嘛，让我一进门就才翻版。哼，那又不是对付你的。成亲？咱俩的亲事定是定了，可眼下说办就办，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儿？反正我早晚都得过门的，晚出不如早出，而且那个家呀，我待腻了。护庄主就你一个宝贝闺女儿，把你当成掌上明珠，他舍得你啊？我爹呀，哼，他眼里早没我了。要是我离开护家呀，就算有八人大轿抬我也不回去。我说呢，原来你是跟你爹赌气呢，说的都是气话。哎，我是认真的。只要你下聘礼，我马上就过门。
你今天要是不答应，我们的婚事一笔勾销。哎，我可没说不娶啊。那你也别说我上门逼婚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你花容月貌我求之不得。再说了，你我结亲为的是让祝家庄和扈家庄的结盟牢不可破，共同对付水泊梁山。无论从哪方面来讲，我都没有不娶你的道理。你早该这么说了。可是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就不能听到真话。我想知道你爹是怎么说我的。我爹说你装神弄鬼，城府很深，还说你野心很大，想要并吞胡家庄。那么你告诉我，你是真心喜欢我吗？你书读得多，学问又高，我喜欢你。唉，我又何尝不想过这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唉，可是祝家人几代的基业呀，我是一刻也不敢放松，连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。如果我嫁过来，一定不跟你耍脾气，我会把家里家外全都料理好。当然了，遇事情你要跟我商量。你知道在扈家我是半个当家人呢。那你想不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你呢？我喜欢你。天作之合，可惜天不随人愿呐。胡三娘，纵然你是天仙，我也不能娶你啊！你可别怪我啊，这就是不能怪我啊！这，
哎呀，这都是我的杰作，专门用来对付梁山的，没想到第一次用来对付你了。朱彪，你真卑鄙！就这么几天你也不愿意等，你算什么做大事的男人？没有，你误会了，我绝对没有恶意。你不要再狡辩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快点跟我澄清，要不然我非杀了你。哎，过门之前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谈条件？你再不拉我上去，我自己上去之后一刀杀了你！快，快，仔细搜！是。怎么了？追！别让他跑了。什么条件？我只要你爹准备一件嫁妆。就要一件？会不会太便宜那狐狸精了？要什么？胡家庄的布房图。朱彪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先拿开嘛。胡三娘，把刀放下。没事没事，安静点儿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有探子跑了。不可能，我设计的机关。不可能，是跑了。不可能！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你先走吧。真的是跑了，走。你怎么了？不可能这么不堪一击的。祝家庄凭借的就是我设计的这些机关。不可能这么不堪一击的。我设计的这些机关不可能这么不堪一击的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先别这么激动嘛。到底是什么机关啊？跟我来。我不相信这帮梁山贼寇会破坏我的机关。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别问那么多，看了你就知道了。来吧。你到底让我看什么呀？你看，祝家庄居中，扈家庄在西，李家庄居东，那帮梁山贼寇每次出动，我们这三家乃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可谓风水宝地，又是咽喉要塞。你来了，我们庄主在等你。你是谁？鬼脸独行，你们梁山坡有个叫杨雄的，我们是朋友，请。杜主管说今晚有客人来，果然来了。可惜是不速之客。来了就是客，说不准还能成为朋友。请。水泊梁山想从我这儿借道走已经很久了，我就是不买他的账。晁盖和宋江早就想跟咱们开仗了。我们非得跟梁山作对不可吗？听说他们从来不招惹百姓。哼，贼寇就是贼寇，我们帮朝廷剿贼，朝廷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。我的志向绝对不是做一个土财主，大丈夫治国平天下，只要他水泊梁山一来犯，就是我建功立业的好机会。
我一定会帮你。小姐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去哪儿啊？嗯，啊，你是谁？我的车夫呢？我跟他换了个个。你就是梁山探子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杨姐还会武功。厉害！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，万一杨红出事了呢？什么意思？怕杨红供出咱们去？这叫什么话呀？告诉你，真正梁山好汉，抓了之后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皱一皱眉头就不算梁山好汉。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忘了，我也是梁山的。你才来几天，说这话你就不懂梁山，知道吗？你就是不拿自己当梁山人，懂吗？算我没说。嗯，我要嫁人了。嗯，什么？你这就要嫁人了？看你大惊小怪的，是舍不得我呢，还是舍不得嫁妆？哎呦，瞧你说的。你呀，也别犯嘀咕。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不要嫁妆。人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不要嫁妆。那不行，那怎么行呢？还是我闺女心疼我。人家都说你是一毛不拔的，那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我是您闺女。就是啊，我闺女要什么我都得给呀。爹，啥来？爹啊，我就要一样东西。哎，你说，我就要它。啊？哎呀，这不丁吃不丁喝的，你要它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明知道爹信佛啊，除了这个，别的你随便挑啊。我就要这个。不行。爹，你也别瞒我，我知道里面大有名堂，这里面是咱们扈家庄的布黄图。哎呦，你别嚷嚷啊，你生怕人家不知道啊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朱彪说呢，咱扈家庄和他们祝家庄一定要统一部署，不可以各做各的。哼，朱彪这个王八羔子压根就没安着什么好心的。你是不要嫁妆了，你要的是整个扈家庄啊。嘿，都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你这还没过门呢就跟祝家一条心了。你要是这么讨厌祝彪，干嘛把我许配给他？哎呀，这祝家不是势力大吗？我敢得罪吗？这不咱们攀上这门亲，我这心里头还踏实点吗？原来你是把我给卖出去了。哎呦，不是啊，我不管，我就要。姑奶奶，走，咱出去说啊！你往后记着，
这嫁过去的户家住家，你一根扁担挑着，两头取个钟，记住了啊，你可得记住，哎，嗯，知道了，记得啊，哎，哎，爹，你想让我把户家庄拱手送人呐？没门儿！哎，丫头，爹求求你了啊，你呀，你还是啊，要嫁妆吧。不行，我得去。干什么去？杀进李家庄，我去救杨红去。怎么救？你去了，顶多是再饶上一个。那我也不能干等着，他到现在死活不知道，这我回去怎么交差啊？我，哎，累死我了。救救！你说这李英跟祝彪穿一条裤子，铁了心的跟咱作对，要不然咱灭了他，灭他就像灭个臭虫。哎，您来了，大爷，里边请。哟，三公子，您来了，真是贵客呀。哎，三公子，您楼上请，请，快请啊，三公子，三公子。是贵客呀，很奇怪啊。来，咱们露了馅儿了。这几天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？哎呦，三公子，我们开店的，大门一开，只要住店给钱，管他是富商巨贾还是江洋大盗，通通都是客。哎三公子，有三个人，前两天来的，白天窝着，晚上出去，神出鬼没，十有八九啊，是吃这碗饭的。您看，就住对面。哎，不一定是冲咱们来的，看看再说。你怕他，用不着你，我跟王英就行。宝妈，哎，这回你恐怕是看走眼了。哦，他们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。他们还要住几天？估摸着要走人了，没几个钱，连店里喝花酒的钱还欠着没给呢。三公子，他们到底是哪条道上的呀？单走一条道。那我立马赶他们走人。哎，区区小事，不要声张。啊，好。我怕？哼！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上我们梁山？哼，偷嘴吃漏了馅儿，朝大哥差点要了你的命。要不是宋大哥拦着，你的脑袋早就掉了。我知道，你跟梁山就不是一条心。哎，你撒手，撒手，撒，对，撒，哼！我说你们这眼里面还有我这个当老大的没有啊？窝里反算什么能耐？谁有能耐谁上祝家庄，把地图拿来，省得我跟你们着急。小姐，祝公子出了祝家庄，这么大地方我们上哪儿去找啊？我有要紧事找他，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看到他。小姐，你看，鱼。哎，小姐，这地方咱们不能进吧？哼，怕什么？他能进我就不能进啊！偏进！哎，哎，我们这不接待女客。去去去！哎，朱彪，朱彪，朱彪！哎，又来了，漂亮！哎呀，我不进去了！哎，哎，大爷嫂子，不好意思吗？朱彪，哎，这行这行，哎，朱彪。你出去照应照应，千万别让他跟我碰上面。哎，您放心，有我呢。周彪，哎，你干嘛抢生意啊？算了算了，他惹不起他。周彪，咦，
哎呀，好漂亮，离近的看更好看。哎呀，谁认识你啊？哎，下次不就认识了吗？一回生两回熟嘛。谁要跟你熟啊？哎呀哎呀，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商量商量。哎，朱彪，哎，你别走。哎呀哎呀，朱彪！哎，大哥，别别别，走吧，别管，我去叫教育大。朱彪，朱彪，你给我出来！快点跑，别闪着！哎，你别走！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不想快！哎，别别别走！哎，让开！不让开！这不能踢啊！哎，别走！哎，哎呦！三公子，三公子，你别走啊！三公子，朱彪，三公子，别跑！三公子，我就知道你会的！哎哎哎，别走，别走！哎，哎哎，哎，朱彪，你给我站住！三娘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顾三娘，别动啊！别动！哎。你是顾三娘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跪下。嗯，哈哈，我王英，上跪天，下跪地，跪父母，跪媳妇，想着我跪也行，当我媳妇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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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帮忙！是。小姐，哎，几个混混教训教训就算了，别闹出人命来。哎，你一个姑娘家跑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？哦，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呢，你来这儿干嘛来了？你肚子花花肠子，走，跟我。朱彪，别走！我、啊，走、啊！我、啊，怎么样？还打吗？有种子来啊！嗯，他是梁山探子。他探子。不要以为昨晚天黑我就认不出来你，像你这种挫样，这里找不到第二个。大哥，你看你，别动！再动我杀了他！你很冲动啊！你、哎、算了算了，一个过路的。何必跟他置气呢？他不是路过的，他是探子。放了他，我认出他来了。我说了，放了他。这你放了我呀？闭嘴！哼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快去，快去，去！我也生气了。哼！哎，三娘，哎，三娘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朱彪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这。来，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梁山探子，所以我才来这儿探探虚实的嘛。那你还不把他们抓起来？我抓了他们三个，梁山还会再派四个、五个，有什么用？再说他们不过是一盘棋里的三个小卒，随时都可以杀，但是杀了他们，棋就走死了，留着他们反倒有用，你明不明白？看你弄得这么脏，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。我爹，哎呀，我爹他老糊涂了，你知道。哎，你先别烦，我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，我一定会说话算话的。好，其实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是无条件的，啊。我之所以看中这张图，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伟大计划的成败，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前途。再说了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彼此信任，它还可以做凭证。
胳膊受伤了，在外边接应，我进去啊。好，哎，替我好好教训教训扈三娘那小娘们，省得让她小瞧了。行了行了，你放心吧。死了！哎呀，别犯困，咱们好好巡视啊。哎哎，什么声音？有人、哎、那边，快！再让我听听啊！你要真给老爷生个儿子呀，我就扶你做正房。真的？真的。拿来，赶到我老丈人家来偷东西，把东西放下，还得叫我三声爷爷。告诉你，要是把我媳妇扈三娘招来，你就惨了。是你啊，是我又怎么样？下贼难防啊。这里是什么呀？你要不说我可要了。嘿，夜猫子进宅无戏不来，我要让你有来无回。不跟你玩了，走了。你要这个，在谁手里就是谁的。
在这儿呢。杨红，接着。嗨、好了，你先走吧。哎呦喂！原来你们霍家庄还私设刑堂啊？什么私设刑堂？这是咱们霍家庄行家法的地方，专门对付族里那些嘴巴不干净的混蛋。啊？这么说你是没拿我当外人呐？好啊，我们多亲多近呢。呸！肉烂嘴不烂，来人，给我打！是。知道吗？我们这是闹着玩的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都不懂啊！不要停！你今天非得告诉我东西在哪，否则就打烂你的嘴！给我打！啥呀？停！你干嘛？我们这是年轻人打情骂俏，他喜欢我才打我呢，打脸上开个玩笑嘛！你当真了？你去躲开我这儿，我来打！打你烂嘴巴！老婆打老公了！救命啊！打死我！活不了了！救命啊！小姐，小姐，老爷来了！老爷来了！我爹来了！我警告你啊，别乱说话，要不然……那你放心，我给你作证，我绝不说你是去偷东西的。哎呀，梁山探子在哪儿呢？爹啊，就是他。哎，李庄主啊，这梁山坡的人也不都是贼眉鼠眼、红头发、蓝眼睛的妖精啊！你才老妖精，这不是作孽吗？这一张布防图弄得人人都盯着啊、他们祝家庄盯着，你们梁山坡也盯着。什么布防图？哎呀，你就别跟我躲躲闪闪的了！你们要不是为了护家庄的布防图，你偷佛像干什么呀？你们又不信佛啊？不过呀，你们就是把它给偷回去也没用，我就明告诉你说，那个图啊就在佛像上，也保准你们找不着。梁山坡还真想跟我们开战啊？没有啊，这冤有头债有主啊，我们呢，是户家庄，他们是祝家庄，这是两码子事儿。祝家庄祝彪那小子呀，他不知天高地厚，放出的狂话，你们梁山那也不能糊涂酱子一锅粥啊！谁不知道你们两家是亲家呀？啊，这么好看的一闺女，就便宜祝彪了？说什么呢？那我不是不敢得罪祝家庄吗？那你就敢得罪梁山了？你这，你给他当丈人有什么好处？你要是给我当老丈人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回山跟大哥一说，保你太平无事。我要是做你的女婿，我打了你个嘴巴！刁大人呢你啊！你要打我几回啊？这是，我是真心实意的。你看看我这戒指哪儿呢？戒指看见了吗？是祖传的宝贝啊，只我媳妇才给你的。你要是答应了，那就是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轿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把实话说出来，到底是谁偷了那个？王爷，胡说八道！我什么胡说八道？行了，别打了！你们梁山坡也别把我们当孬种，我理应主动求和，不是贪生怕死。是怕我们李家庄百姓遭殃。怎么不放心啊？我以为你们梁山坡讲义气，没想到拿了我的银子就没回音儿。你放屁！谁拿你银子了啊？杨红是不是你们的人啊？杨红拿你银子了？你去问他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栽赃陷害，我早晚砍了你。哼，我现在就砍了你。这是霍家庄，砍人也轮不到你。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，都别激动啊，这可不是啊什么银子的事。你们梁山坡要是真不讲仁义，欺人太甚，嘿，
那就别怪我这把老骨头跟你们拼了。我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无论如何我得搞清楚。老爷，老爷，祝家三公子来了。祝彪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有要紧事儿，刚得到信儿，朝廷派出的飞虎将军后天就到。胡老前辈，哎，李庄主也在，到时候咱们可都得候着。哎呀，贤侄你辛苦了，我这两天这肚子呀，我这闹肚子了，我就不去了。胡老前辈，你不给我面子是小，那可是朝廷派来的人呢。啊，再说了，这飞虎将军来是帮咱们打梁山的，两位可不能退缩呀。这个啊，你说呢？什么飞虎飞猫的，总之我们去就得了。他们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啊。啊，我马上派人去客栈，现在就把东西拿回来。我已经找人去了，可是人不在。那留着这个人已经没用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别管，总之不会轻饶了他。谁啊？胡三娘，叫胡三娘来。大早了有事儿啊，进城说吧。啊，你别给我装糊涂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的人去杀王英，是怎么回事？胡三娘呢？叫胡三娘来。呀！哎呀！不可能。怎么会有这事儿？哎，帮走帮走帮走！哎，不是，帮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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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啊！哎！啊！哎，你别看着了，过去瞧瞧去，看是什么人。去啊！不认识。看看身上，看看身上。你看身上啊，你连这个也不认得了？这绝对不是祝家庄的人。他王英又不是跑到我祝家庄来捣乱，是吧？我干嘛要派人跑到扈家庄去杀他呀？多管闲事嘛，于理不通啊。我爹说这都是你的阴谋。什么阴谋？要是王英死在扈家庄，那我们就跟梁山结下仇了，我爹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，这不就顺了你的意，听你的话乖乖的跟梁山打仗。你爹多虑了，我没这个必要。不过你倒是给我提了个醒，这一定是梁山使的离间计啊，来挑拨咱们两家的关系，好各个击破。胡三娘，谁都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不能。现在大敌当前，咱们应该同心同德。你忘了咱俩的伟大计划了？啊？
小姐，杨红约您见面，要换佛像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哎，等等，我跟您一块儿去。有人吗？杨红，你在哪儿？快跑啊！杨红，快跑啊！杨红，杨红，快走！别喊！佛像呢？在这儿，完好无损。我要的东西呢？在这儿。我们来个走马换将。你把佛像给我，我把人交给你。哼，我要的不是他，是银子。你给我800两，我立马把东西还给你。那他呢？他呀，拿了银子我就远走高飞，自己找一个世外桃源，过自己的逍遥日子。你们怎么处置我管不着。来人，把他解了。杨红，你个卑鄙小人！哼，王八蛋！你尽管骂吧，王英。咱们兄弟一场，我也不会生气。王八蛋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杀了你！哼，你也不要怨我。开始，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宝贝，但是现在你们为他打得死去活来的，对你们来说一定很重要。管你们要800两银子，确实开价有点低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让我看佛像。等着，我给你们拿去。这就是你们的货，都别动！你们谁要是敢乱来，我就砸碎了他！啊，大家别动！给他800两。等一等，我出1000两。朱彪，你……愿买愿卖，这很公平嘛！只要东西好，我愿意多花点银子。你一大早就来找我兴师问罪，你不相信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布房图你就不可能再轻易的交给我。那我还不如自己花银子从别人手里买呢。啊，给他银子，这1000两银子够你下半辈子用了。谁动我饶不了他！别动啊！哈哈哈，都别动啊！主彪，现在该我们做买卖了，把佛像交出来，你媳妇在我手上，快！哼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她不是我媳妇儿。嗯。主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动，别动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当年我学道的时候，我师父给我算过一卦，说身上生有梅花痣的女人是我命里的克星。有人说你偏偏就有，可我不相信。那天我就解开看了看，有缘无分，天意如此啊，我又奈何？主彪，这么说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！你别动！对不起了，三娘。对我来说，这张图比什么都重要。有了这张图，一旦跟梁山开战，那就是我拿下扈家庄的最佳时机。有了扈家庄，我进可攻退可守，胜券在握呀。你少跟我演戏，你能舍得这如花似玉的媳妇儿不要吗？看见了吗，我不信什么算卦的老道，哪怕天王老子说不准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放下佛像，我就杀了他，你信不信？我你走。朱彪，朱彪，你小子还是个爷们吗？三，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。
大哥，大哥，我可是你兄弟啊，大哥，大哥。喂！你先吓我一跳啊！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好人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也不爱帮你。谁让你这么爱动手动脚的？我武功高强，万一要伤着你就不合适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王爷，你干嘛你？管我干嘛？我说了算。你，小手，你配合一下吧。哎，松快多了吧？来点水。他还要喝水啊？水。我说他，哎呀，没扔好，他想扔我来着啊，喝吧。大哥，这盒子东西足够咱哥俩分的。我要的不是他，是银子。这样吧，大哥。归你，小头归我，好不好？分完了，咱们各奔前程，好不好？大哥，大哥，咱们投奔梁山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吃饱了喝足了吗？大哥，你们这种不仁不义的东西，朝廷派兵来剿，梁山没几天好日子过了。大哥，我去，大哥，大哥，梁山没几天好日子过了。大哥，去，我去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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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朝廷真的有心收买咱们呀！梁山不行了，大哥，大哥。怎么了？我要接手。接手，这也太快点了吧，刚喝完就下来了。利尿接手。去吧。哎，早点回来。听我跟着。你还真让他去啊？早回来。大哥，这杨红怎么处置啊？我看杀了他吧。谁让你杀的？你不相信我？这张图比什么都重要。走。新来的不知道，梁山上有规矩，弟兄之间的事情得大哥亲自决定，咱们不行。哎，得了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就剩咱们两个人商量商量吧。商量商量怎么去朱家庄。现在朱标有所准备，要想进庄啊，那可是难上加难呐。本来还想拿他当人质，跟朱标讨价还价，现在倒好，反倒成了累赘。胡三娘，出来吧。她不是我媳妇儿。我看见你了，出来。
听见了吗？答应我要过来了。我过来了，来了，好了吗？你在哪儿啊？哎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上了吊了？快来，来人！怎么了？啊，来，快快快，拿刀，拿刀！嘿，哎呀，杨姐啊，杨，哎，哎，呵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来来来，胡三娘，胡三娘，哎，哎，醒醒，醒醒醒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活过来了活过来了，胡三娘，胡三娘，怎么了这是？干嘛要寻死啊？这可不像你胡三娘啊！啊！哎！啊！哎哎！怎么了你这是？干嘛呀你这是？啊！我想死也不行吧？你就不能放过我吧？你别再跟着我了好不好？好啊！死吗？不就是朱标不要你了吗？那怕什么的？两条腿的人有的是。你爹把你养这么大，你说死一蹬腿就完了。现在朱标已经把扈家庄图拿到手了，连你爹带扈家庄都悬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？那我就算不死，落到你们手里也没有好日子过。哎呦，你怎么糊涂呢？啊，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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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，别说别说，只要你不跟我们梁山作对，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。谁敢动你跟韩茂？哎，我饶不了他。啊？嗯？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嗯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。你瞧什么呢？这都没见过。杨红呢？啊？倒没倒你身上，你没事去死干嘛啊？好好的非要去上吊，跑了吧？都怪你，啰里啰嗦，婆婆妈妈，简直是个娘们儿。对，你就是个娘们儿。没了，没了，他跑了，听见了吗？跑了。你救过我一命，我也救了你一命，扯平了，谁不该谁了吧？走吧。去吧，走啊！他不能走，他要是走了，咱们怎么交代？行行行行，有我呢。走啊，趁着没反悔，走。你不能走，王英，我不能让你胡来。别闹啊！告诉你啊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啊，走。你嗯，走，走。老娘不走了。什么？啊？我不走了。怎么不走了？我要跟你们去打朱标。将军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来来来，里边请，请就请，请走，来来来，走，我们跟祝家庄将军人来人将军是吧？哎哎，你让我说完。费武将军，来来来，你来看啊，你一定要看这里。这个位置是我特别布防，你不要看这里不显山不露水，我里面挖了很多暗道，可屯兵数千呢。朱公子果然是有勇有谋啊！梁山坡晁盖宋江，聚集穷途恶党，无恶不作，打劫城池不说，还敢与我官兵公然作对。您来看看这里啊，三面环山，一面环水，可攻可守。若是以那帮乌合之众开起仗来，定是抬高自己贬低咱。好好好，是不是？朱公子果然料事周全，向朝廷梁山贼寇，如果不尽早诛，不让咱说话，不要再说话，贻害地方。重要的
的。一旦形成气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这次来是奉了朝廷旨意来这里巡查。你看看，你一定要看这个啊！这里也是我特意布防的，那上面可是机关重重啊！梁山贼寇就算到了这儿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水泊梁山虽然气势汹汹，不可小视，但是请将军放心，我已经有了破解之法。破解之法？这位就是，你还是自己介绍一下吧。将军，各位庄主，不才便是水泊梁山杨红。诸位不要惊慌，不错，杨红原来是水泊梁山的人，但是呢，现在他已经弃暗投明，成了我们的人了，而且对梁山一仗，他的作用非常的关键。大哥二哥，将军你看，这是一份祝家庄的机关地形图，这上面标满了祝家庄大大小小的街道。这上面的活路死路还有机关陷阱的位置全部都是错的。错的。这份图我会让杨红拿回梁山，让他交给宋江晁盖，他们一定会按图进攻，只要他们来就进了我的迷魂阵，我只要按动机关，保准他们有来无回。而且只要我们乘胜追击，一定会剿灭水泊梁山。好，非常好，朱公子运筹帷幄，堪当大任，等我回去禀报朝廷，提拔重用。多谢将军提拔。杨红，那个王英和石秀他们还会再来祝家庄探路，到时候将他们一并拿下，你就可以回水泊梁山了。好，大敌当前，我们祝家庄还有扈家庄还有李家庄一定要联合起来，共同对付水泊梁山。以前呢，有人私通梁山，只要肯悔过，我还可以既往不咎啊。我呢拟定了一份战书，今天当着飞虎将军的面，我们三位庄主一定都要在上面签字画押，以表我们效忠朝廷向梁山宣战的决心。两位庄主请吧。你先来。您请。霍庄主，您老是前辈，您就先请吧。贤侄啊，我肚子疼啊，我去一趟。霍庄主，如果您实在是为难，晚辈也不好勉强。不过既然飞虎将军在这儿呢，您对梁山到底是何打算？对将军总得有个交代吧。朝廷历来赏罚分明，对剿匪有功者封官进爵，对私下通敌者以叛逆论处。大敌当前，何去何从？两位庄主三思啊。将军，不是我违抗朝廷啊，我女儿被梁山抓去做人质，我这时候要是跟梁山开战，我女儿是必死无疑啊。胡庄主，您过来看看那是什么东西。主彪，佛像怎么在你手上？因为只有我知道他的秘密。来，霍庄主，你把扈家庄的地形图裱在佛像的背面，只要用水一阴湿，它就显现出来。这种雕虫小技难不倒我。你
主彪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你别生气，我也不想怎么样。很简单，您只要把战书签了就行了。我只要天下人都知道，咱们三家的兄弟联盟是牢不可破的。慢着！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啊！你这小兔崽子，你果然是图谋不轨呀！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啊！我到处找你。哎，各位，不要乱，不要乱！啊，我们两个快成亲了，为了选日子的问题闹了点别扭，所以才……啊，不好意思。打得好，用力再打一下。小人为君子，我从此跟你一刀两断。胡三娘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没有教养。朱公子，那是王英啊，王英，杨虎，还叫我王英，他是王英。护庄主，你们私通梁山，梁山逆寇，给我拿下！是，别动，别动，没错，是我怎么了？大丈夫行不革命，坐不改姓，别动，你，别动，都别动，别动，都别动，别动啊！别动啊！你，别动啊！排上，怕了吧？啊，怕了吧？排上，把他拿下，怕了吧？快，啊，还不怕？怕了吧？怕了吧？别动！啊！哎，怕了吧？哎，三娘，快！带你爹快走，快！别动，快走！别动，你，别动！别动啊！炸死你们！谁干的？谁？不是我干的，给我拿下！站住！别动！好了，所有人都别动！再动我把炸药点了！炸药！快跑！爹，你拿着！哎，快走！好，哎，炸药啊！就把炸药点了。炸药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骗他们呢！你快走吧！哎，炸了啊！躲开！炸了啊！丫头，快跟我走啊！哎，老爷，哼，贼寇哪里走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会丢下你的。
哥！大哥，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大哥！你大哥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杀得好啊，是啊，是杀人了，我亲眼得见呢，杀得好啊，杀得好啊，嗯，鼠标哪儿去了？呀呀呀！鼠标，别动，别动！胡三娘，你跟梁山贼寇串通一气，连朝廷命官都敢杀，疯了你！等着我呢，杀了他！你杀了王英，我向朝廷解释。哎，少跟他废话，杀了他！啊，你连飞虎将军都敢杀，杀个主彪算什么？主彪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无毒不丈夫，男人要成大事，就不能儿女情长。你恬不知耻！好，死在你刀下，我死也瞑目。真是没白来啊，还该有的都有了。我真知道。我问你，你从头到尾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哎呀，宰了他吧，留了他也是一个祸害呀。你说啊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这都啥？我喜欢你。哎，跑了！哎，跑了吧！行了，我们要的东西都有了，快走！哎，门呢？门在哪儿？走啊！
嫂子，走。在这儿别动，我去想办法。我有什么办法可想啊？难道我崴脚黄英就死在这儿了吗？你谁啊？我是石秀啊，梁山，梁山，曹大哥，是曹大哥派咱们下来刺探三庄军情的，你都忘了？哦哦哦、梁山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，去吧，给大哥送去。不行，要走咱们一起走，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，走，你走走走走走，哎呀，过去啊。石秀，虎三娘，那我是谁啊？你是王英，王英，矮脚虎王英，梁山来的矮脚虎王英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梁山来的矮脚虎王英，我认识，我认识王英。你就是王英。我就是王英啊、嗯、王英啊，王英家里有一个戒指，有戒指吗？王英家里有个戒指，我看你戴过的。对对，你就是王英。嗯，
人家房间有一个戒指嘛，很漂亮的。嗯，对，漂亮，很漂亮嘛，漂亮的戒指。这是王英家的戒指吗？就是王英，就是王英家的戒指。我说是王英家的戒指。王英家有一个说法，戴上这个戒指的人，就是王英的媳妇。我打你个矮子你！这个时候你还占便宜？我耍你！你还耍我？你干脆死在里面算了你！我死了你会守寡的。你怎么不在里面死了算了？我怕你守寡吗？我打死你这个王爷，我打死你这个矮脚虎王爷，我打死你！哎呀，我是王英，我真的是王英啊！你是王英，我是王英。